อร่อยมากแม่อร่อยมากแม่เออ那如果让你选芒果和榴莲糯米饭，你选什么？那你很懒的，我还没事。等以后有男朋友，男朋友帮你剥。对。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ทุกคนก็อยู่ในช่องเพชรแซดค่ะ สวัสดีค่ะ I forget to teach you how to do my like hand gesture okay yeah it's like this okay wow wow fast learner ทุกคนคะไม่น่าเชื่อเลยนะคะว่าตอนนี้ช่องเพชรแซด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คะ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ถึงจุดนี้แล้วจุดที่มีแขกรับเชิญที่เพชรตื่นเต้นมากนั่นก็คือคุณโลรีนะ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สวัสดีค่ะ ฉันชื่อ Lori ค่ะ I'm a French and Chinese singer-songwriter but I'm currently based in LA and I'm here to try some food泰国吃过吗？我吃过榴莲、山竹、莲雾、龙眼、芒果，所有的都吃过。这些你都吃过了是吗？有一些没有耶，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点心，这些我没有吃过。我有点想试一下这个，这个是腌过的那个芭乐吗？是什么？芭乐，芭乐应该就是这两个是一样的吗？番石榴，哦，番石榴，对。但是我觉得它用的水，用腌的水可能不一样。好吧，那我们来尝一尝吧。老妈金刚来了哈！这个好奇怪，酸笋花我也没吃过。感觉跟没有腌过的好像差不多，对，但是它质感有一点点不一样。对，我觉得有一些 different smell。因为我看到这里有这两种。哦，我忘记了，需要蘸一下吗？对，这个泰语是 prickly 啊。这个我好像试过，这个是有一点甜和咸，还有辣。对，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哎，您是五维？哦，我知道梅子是不是？哦，对对对。Okay. 泰国通，泰国通，我不是游客，我是本地人。每一口你之后你会，哦，这个很好吃。这个有一点那个可乐的味道，真的吗？可乐，我教过你怎么说。热妈妈。如果是番石榴的话，我会给它8.5分。你知道好吃是怎么说的吗？阿瑞，这个是什么？是甜品，泰国甜品。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巧克力。一头一头，对，一头。You should try everything. Yeah. 谢谢。每一口你之后你会阿瑞妈妈。这个的话九分很好吃。
这个是泰国的经典，就是来泰国一定要打卡的点心。椰是吧？椰奶椰。对对。这样吗？对对啦。大口。这个很好吃耶，它有一点点咸咸的味道，但它上面有那个这个黄色的是什么？花生，不是好好吃。米团麦，米团麦，米团麦。我有那个，我在这里。你点心。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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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现在我们要来尝试一下泰国的另外一道经典，就是榴莲糯米饭。这个我从来没有试过，我都没有听说过有榴莲糯米饭。没有芒果的那种酸味，但是这个也很好吃。你喜欢脆还是软的呢？我喜欢外面脆，里面软。我也一样。Not nutmeg. Nutmeg. So good. How much would you give it?10 out of 10 十分。那如果让你选芒果和榴莲糯米饭，你选什么？太难了吧。我选的不这些都是腌制过。 OK、这个是什么？像辣椒。泰语是马丹尼，马丹尼知道吗？这是新醋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这个很像辣椒。那你很甜耶，这个好像是这里面最甜的一个。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最重。这个是橄榄吗？听起来。对对，是橄榄。真的是橄榄。我没有试过这种橄榄，因为一般都是比如我们做意面或者是西餐的时候会用到橄榄，一般都是咸的。鲜都果汁。好特别。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水果。因为腌过的水果都是有一点点软软的，我很好奇它平时长什么样。好硬啊，这很好吃。对对，好像很脆啊。咕噜咕噜咕噜。那这些腌水果。你给多少？腌水果我给八分。八分。初恋。对，初恋。กระดกลิ้นชัดมาก，弹舌弹得很清楚。初恋，对。初恋，真的好痛。我想看你的 reaction。直接咬了哦。就到天堂了。真的很好吃，但它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我觉得接下来他不说话了，他一直是爸爸。妈咪 I can't。 今天阿罗妈咪我妈。你给多少？11分。
十一分，十一分。榴莲就是赢了，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有。那你？删除，还有龙眼，我忘记了，我忘记了。你有吃过是吗？龙眼山竹、但是今天我学到一个新的吃山竹的一个手法，对，我今天学到一个方法吃、就是你先把它这边 cut 一下、这边再 cut 一下，然后这边剥开、这边再剥开、然后男朋友呢，你可以这样给你的女朋友剥一大束的这个山竹花，哇、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吃，delicious， 山竹你给多少？也是十一分吗？Oh my god， 山竹真的很好吃。龙眼在中国，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煲汤，就做汤的时候会用龙眼。其实泰国甜品也有用龙眼，也有这种糯米的，对，龙眼 sticky rice， 对，这个跟剥山竹差不多也一样，就啪。说实话，我 here 这个龙眼我一直用皮。真的吗？不会很苦吗？吃水果的时候我很懒的剥开。我也是。没事，等以后有男朋友，男朋友帮你剥。对。Okay, so we already tried everything. Which one do you like the most? Oh my god. 好难了是吧？太难了。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Mango Sticky Rice。因为我觉得 Mango Sticky Rice 就做得真的很好吃。靠你啊，妈妈热妈妈。这个应该是我那边最这个泰语是 Khanom Kr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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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anom Krok。 Okay, before we go now, can you tell them how can they follow you? Like, So if you want to follow up on more of my information or music, you can follow me on Instagram at New Tel Aviv or TikTok New Tel Aviv. Or if you want to see m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re's Weibo Lori Loi. Follow me. Yeah, อย่าลืมไป follow Lori ด้วย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สำหรับคลิปนี้นะคะทุกคนหวังว่าทุกคนจะชอบกันแล้วก็ขอคนละ1ไลค์นะคะใครยังไม่กด subscribe กด subscribe ให้เพชรด้วยนะคะถ้าชอบก็กดแชร์ให้เพื่อนดูด้วยนะคะอยากให้เพชรทำคลิปแบบไหนอีกสามารถคอมเมนต์บอกกันได้นะคะ So now we are going to leave now I count 3 2 1 we say bye bye 3 2 1 bye So I'm gonna do me and you should do you 就让我 do me And I'ma do you well. 非常好听啊！去 follow 他 right now， 去 follow 他 right now， right now， or no durian for you 。